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哥。这是我们在济州岛的第三个晚上哦，第三天。那么我们一大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三星雀的地方，来看网红的打卡地点。这里的樱花树跟寺庙拍照起来非常非常漂亮，因为它的樱花树都是大大棵，然后它的那个高度都是蛮低的，所以配上背景，你放那个寺庙，加上它低位的那个樱花树，拍照起来非常好看哦。那么三星雀这边是有收钱的，它的门票是4200，一个人2000。那么它外面的停车场呢，你们可以去办免费的，因为只要在庙里面待90分钟，买了门票过后呢，外面停车也不用给钱的。要找到对的停车场，因为外面另外一个停车场是有收费的。说在我身后是三星雀的这个地方，看到那个图，三星雀，新鲜的空气呀，就很多人在拍照。这个有寺庙参樱花树的感觉。在这个场景，在这个三圣庙进去以后，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圈，可以想是一个神圣的地方。那我听说的呢，是有三支箭射下来哦，其中一个就落在了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神族呢，他们就落地在这个济州岛的这一个三星雀的地方，那么他们就繁衍了他们的后代，形成了现在诶你看到的这些图啊，这些景色。当然这个是传说而已啦，所以你们诶可以去研究一下真正的历史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当然我们也陆陆续续拍了很多很漂亮、很漂亮的照片。我们只是快速的在这个三星雀待一个1小时多的时间，depart 去寻找我们的向西之行的路。我们去吃网红级的神级海鲜拉面。大家认住这个西柚哦，这里转上去就是这个餐馆，就在这个海边的对面。这个是一天限定70、100份呢，卖完为止。然后这个很 lucky， 我们还有叫到这个。Oh my god， 这个鲍鱼还在动。就在海边这样子吃，如果再坐在上面更舒服。就给一些剪刀。这个，哇，很烫，用这种很便宜的铝锅。还有这个，这么大张一。大的虾，
个汤超级鲜。网红的海鲜拉面店，其实东西很简单，可是是配上很多海鲜，新鲜的，因为这边是海边。这酱料有酒的。满满海鲜的汤汁，还有给瓦萨比。瓦萨比应该是那个鲍鱼调配的。哎，我们来分解这个鲍鱼，这鲍鱼是活的。我们可以放在这边。哇，这鲍鱼好喝，单个这个卡西米，对，它上菜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所以虽然那么这个网红拉面呢 ，Nora Ba， 我们打分是 9.5 out of 10。是真的是超级美味的。那么吃完了这个美味的海鲜网红级拉面呢，我们就驾车前往出发我们的民宿啦。 On the way 去民宿呢，我们会先去一个咖啡馆，我们一路都是向西行，从接住的中间这里往西边而去。所以我们吃完了海鲜拉面，然后我们来吃这个 Donut， 海边看海景的。这边有很多很多的 cafe， 哇，这是什么菜？这是韩国的生菜包菜吗？对了，一路上看、超级 cute 的。然后那边是还有更多的 cafe， 这是买了 Donut， 然后去 Starbucks 吃吗？看海。哇，非常。This one, what are how many? Two. Just two. Just two. Yeah. Okay. 这是人家叫的，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啊休息一下，毕竟通往西部呢要加一段时间，吃一个下午茶在这里，那么又可以看海景啊。有些人是冲去 Starbucks， 这边其实有各式各样的 cafe， 只是我们选择了 Randy Donut， 那么拍一张照片打个卡，然后再出发向西而行，然后我们去 check in 我们最喜欢的 Airbnb。哦，这是一个小地方。哇，好漂亮的一个地方。哇，好漂亮哎，这边。
是没有人雇的吗？还有戴森的这个，哇，可以煮吧？今晚自己煮。外面是一个小小的亭，它应该是有分两边哦。我们把灯打开，看啊，可以煮东西，哇！听说屋主还是很热情的，可是看不到屋主。噔噔，这边是一个小地方。网上的评价说，想要睡一晚、两晚、三晚，肯定都不够。噔噔，这是我们的床，还有 projector， 还有 projector 可以看戏，还有 projector 可以看戏。那这边是一个大的镜子，这是它的厕所的温度，哇，厕所也是很大很舒服哦。那灯打开了是黄黄色的，哦，这个 island 真的是太好看了。然后还有什么碗碟，这是面包机、咖啡机都有，很 modern， 很像 Harvey Norman 的饮水机。下面有小小的冰箱，有烤炉，餐具什么都有。今晚要不要煮就看这些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像咖啡，咖啡粉。哦，它的地板哦，很特别，是暖的，还有开暖气，整个地板是很暖。超级推荐哦。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小小的 garden， 等下我们出去。大大的砧板。Netflix. Okay. Okay. This one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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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哇，还有戴森的吹风筒啊，好像五星级好掉的，毛巾什么都有。它香香啊。晚上这边看星星。这个嗯、它的布置是很有 simple， 可是又很好看。这是什么啊？康乃馨的味道吗？还是玫瑰的味道？让我们出围去看一看，真的太美了。然后这个对面就有的破车哦，也是很方便，不会好像我们第一天的住宿要破那个 mechanical parking， 超难 parking。然后这边是他的 garden， 我们这样子走，走过去，还有一个花园哦。哇，这样子看，可能这个是另外一栋他 manage 的，然后今天我们是睡这一栋，今天我们睡这一栋，然后这不算不算邻居，我还有一些菜，今晚不用买青葱啊，这边有青葱。太美啦，还有很多肥皂charger， 这是什么？哇，布架头发，哇，这是给小孩子用。第三天的晚上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米样的生鱼寿司片，哇，现杀的生鱼片哦，所以是非常新鲜，是韩式版本的，类似广东的生鱼片嘛，广东是用花生、芝麻油、姜片，这里是用紫菜包着，配上他们的紫米饭一起吃。
So, 喜欢吃生鱼是沙西米的才推荐，如果你平时是不吃沙西米的就没那么推荐了。我们也觉得还 OK， 只是我们叫到太多了，所以就吃到蛮饱的。分数总体来说呢，我们打七分，七 out of ten 是不错的。说如果一只虾新鲜的话，它的尾巴那边是完整脱出。OK， 我的做法呢，我是这样子的，我一定会有 wasabi， 我最爱 wasabi， 然后这些姜也是配起来就是酥酥的必搭，然后再加一点点葱。同时可以放一点饭，它就是真的是酥酥啊。酱油不放吗？哦，酱油还没。酱油提鲜，这么少，不要太咸。最后一口吧。哇，这个是沙西米寿司，一口闷。明天我们会去宋岳山，然后我们还会去划船，我们还会吃橘子炸鸡。然后我们会去偶来市场逛，就有汉拿山的猪肉烧包啊，土产啊，各式各样古古怪怪的东西。大家可到这边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关注、订阅、按赞、subscribe， 按那个 subscribe 的 button。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